包。啊。好重啊！这尿不湿，妹妹的。那尿不湿啊，然后这小孩子鞋子啊。你买鞋子吗？鞋子可便宜可便宜了。多少钱啊？你猜。30多。你老婆会买这么贵的鞋子吗？你别告诉我9.9包邮呗。9.9不至于，13.9、16.9、19.9。全是十几块的。对呀、啊，直播间的。你们的鞋子。天天说我天天蹲直播间，不就这个？我老婆每天晚上蹲直播间，蹲好久，天天买一些淘一些便宜货。这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什么，看一下。这鞋子，来，这个是你们的，晶晶。嗯，这两个小屁孩就开始拆快递了。上次也买了几双，结果码子太长了，不就你要让他量一下脚长，量又不会量，量那么长的脚。这是假的，还那么健康。哎呀，这个鞋子喜欢吗？这鞋子多少钱啊？这双鞋子应该是16.9的。10多块钱啊！爸爸先看一下，这质量可以啊，就10来块钱。啊？一个这就来高了。啊，喜欢吗？邓云浩，喜欢啊。看看你的。不错啊。会持家啊，会帮我省钱，一分钱一分货哎。哥哥的，哥哥上次说要，你没说要，就买给哥哥的。那、啊、哥哥2双哎，星星，你没有。你不要吵架，买的都是嫂子的。哎呦，生气了。生气了。还没到，因为我在直播间抢的，我也不知道抢的什么东西。哦，都是嫂子的。小星星，妈妈买了3双鞋子，全是哥哥的，没有你的。这是毛巾，你看到没有？19.9这样的鞋子。我把七里八门都办了，有点紧啊！完了，这冬天的鞋子也10来块钱啊！对呀，全是毛哎，这质量可以。这可以。商家挣什么钱啊？10来块钱。这是卷起来的一个，不痛的。我去看一下小星星，我家星星生气了。好了吗？大家都可以。你最喜欢哪双？你一次性帮他买了3双。冬天呢？我最喜欢这个。他长了呀，没有鞋子穿了。快去安慰一下你女儿，生气了。这不买给她的吗？里面还有。妈妈。小星星，你的鞋子在这里。小星星，没有，我来喽。这个。小星星，快递到了，拆快递。小星星，你的鞋子要不要拿？来喽，爸爸刚刚没拿出来，都分辨不出来。爸爸没拿出来。试一下。天。哈，快递到了哈，刚刚爸爸忘了拿哈。开心不开心？哈哈，这双也是你的。其实这个开心吧，这些鞋子是之前买的，我提前拿出来给他。我想是2双。你想是2双？这两双是长了的，所以说这次买的就是小的。全是10来块钱啊，这么便宜。我的妈！这我老爸在带老三，睡了吗？开心吧？还有 Fletcher 在猫给快递，气死！现在开心了吗？你不试一下吗？这小屁孩把鞋子全放在这上面，那这一路鞋子都是他放的，这一共2个人有6-7双鞋子吧？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超了100吗？好像100都没到哎。啊，10几块钱。100左右。你不喜欢黑色啊？喜欢什么颜色啊？我喜欢黑色，1个和1个。哦，1个。哦哦，脚上的颜色是吧？这2双鞋啊，是买给外甥女的。还没放学哈，帮他看一下，应该能穿哈。你量了尺寸吗？量了，量了他的脚啊。那应该就可以穿，等他下课了给他试一下。嗯，跳倒是挺漂亮的啊。买了2双乐天的鞋子。就要买乐天的，透气。外甥女应该是能穿的，我穿的稍微有点挤脚，她能穿。嗯，那就可以。她的脚比我短一丢丢。